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子炫。那每一年新年呢，我有一道必吃的食物，那就是菜尾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，不过在马来西亚呢，就是在除夕夜吃剩的一些鸡啊、鸭这些肉类啊，你把它丢掉又浪费，所以家人通常会把这些美味的佳肴放进一锅的那个汤里面，加入一些芥菜，然后就会变成一道非常美味的芥菜汤。那是我每年新年都一定要吃的，酸酸辣辣，而且非常非常的下饭。想知道更多关于那一年的除夕夜，请到 MeWatch 频道观看。